权力不能还给特权的老祖宗，权力不能送给黄四郎的替身。我们要把权力拿回来，把权力给未来的年轻人。相信我，我选台北市长只做三件事：公平，公平，还是他妈的公平，公平，公平，公平。我当选台北市长，一定依据档案法公布蓝绿白的档案，消灭特权，市政主权在民，未来属于自由的年轻人。We'll be right back.